点菜呢，带话题给鹿晗点到火锅菜，发布视频给我推荐你的独家蘸料和创意吃法，没准我就会来评论区找你哦。一月6号晚9点群星宠粉夜，来我的直播间，我会从你们的点菜视频中随机挑选体验，还会有百万开运红包送给大家。那咱们火锅局走起吧！ 2020年，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熬夜不秃头，吃肉不长肉，这些都不够。新年实际一点，祝你们好运连连，福气满满。今晚9点来我的直播间，百万红包专宠你。 J'ai demandé pardon sans qu'on puisse me l'accorder. J'ai demandé ma route sans qu'on puisse me l'indiquer. J'ai troqué mes études. 等等，换个打开方式。 吃鸡最难的是什么？跳伞直接就吃鸡。吃鸡更难的是什么？在飞机上吃鸡。想不到吧？ Wait a minute. It's a chopper. It's a chopper. Hold up. Wait a minute. It's a 22. Let's go. We see the hype outside. Right from the house. Took it straight from outside. Straight to the couch. We put the mic outside. Edit shit out. You let in the scouts outside. Ready? Hello， 大家好，我是鹿晗，我是新一生慢慢的影子挑战，正在进行中。发布你们创意视频，我会去评论区找你们。默契大考验开始，谁更爱运动？谁更话唠？谁更会做螺丝？谁更爱拍自拍？谁更怕虫？最想见到谁？ 你屁事儿没有，天天喝酒，酒量不大，醉得像狗，磨磨唧唧一顿吹，拽你一道不走，隔天浑身难受，发誓再也不喝酒。我是萧峰，要不要加入硬汉战队？用全新的身份解锁双连冠。 说，9月2号晚上8点在干什么？准备好了吗？真的准备好了吗？他来了，真的来了。 코코볼 한 개인가 코코볼 두 개인가 코코볼 세 개인가 네 개인가 다섯 개인가 오고기 동글 기운이 으스 여섯 개인가 일곱 개인가 여덟 개인가 冰冰有你的一封信。在劫难逃。张海峰，你的盒饭我热好了，今天晚上我等你。
定下落下落。如果命运一定要有规则规则，怎么可以让我就轻易放过？